迟到了5分钟，我在上楼呢，刚刚。嗷！Hello，晚上好。哎，问一下，我穿个外套，穿个外套吧。哎呦，Hello， 可爱吗？我刚刚从小红他们那边回来。外面风太大了，他们还把我送回中心，很感谢。Hello， 晚上好 ，Merry Christmas， Hi， 我看一下今天刚刚送到的那个叫什么材料，制作那个叫什么，羊毛毡的材料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有两个针，好可怕！没有吧？没有别的了吧？好可怕，我好害怕针呀！怎么随手掉出来的针？快把我吓没了！救命！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谢谢，我要吃人辣的圣诞帽，然后麋鹿胸针平安果。啾咪，晚上好，不是新衣服呀，不是新衣服呀，我看看这个怎么做的。Hello， 晚上好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小熊吃面包，谢谢琪琪的平安果，晚上好。Yeah。哇塞，我第一次戳这种戳戳乐啊。这个怎么，这干嘛的呀，这个纸。看半天，谢谢鬼记的圣诞帽。真的吗？环球洞窟了。羡慕去环球的。还有一个是另一个小熊，先放旁边。看看这边还有一个材料包。这材料包一会儿再搞。先钻研这个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让我看看。首先，啊！全部停了吗？啊，怎么这样子？不是尖叫，那个是，哦，要剪下来吗？我剪刀呢？等一下，我去拿个剪刀。等等我，掉下来了，哎呦，我的小发夹，没有发夹，找不到发夹，那这样吧，首先你要有一把剪刀。然后沿着它剪下来，我教大家怎么做戳戳乐啊，就是沿着这个图片上的标志给它剪下来，很简单啊，咔嚓几下，咔嚓几下，一下两啊，差点剪到手了，救命啊 ！OK， 我的那个垃圾桶好像真的找丢了，阿姨说今天帮我找，结果还没有回信。算了，罢了，那是鲁静平留给我的垃圾桶。证明平安夜快乐。没有，他们两个也是要过平安夜的好吗？我嗨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要干嘛呀？拿出15号羊毛。
好像要剪的比较细致一点，不可以随便剪剪。我在做羊毛毡，过两天那个握手会送给大家。当当当当，我们今天拍了还可以，就也没有拍很多照片，但是还挺好看的。等会儿我理一理，明天发出来。呜呼，一年一度，我最喜欢的圣诞节。我这边是不是应该有个？这是不是狐狸耳朵？这个是，这是那个耳朵，那个耳朵是那个耳朵，就是那个。等一下，我回一下微信。Hello。好的。会小心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毛线团摆成小熊的样子。黄油啤酒吗？啊，我当时买的是另一个很好喝的。嗯，这个很难的，它要费九牛二虎之力，超难超难。所以想和直播配合，想和大家一起挑战一下。还有什么色？是吗？这今天可爱。感觉我这个可以做很多个呀。哦，哇，这个质感，这个质感不错，手撕羊毛，手撕羊毛，什么呀？然后呢？卷成小团，摆在熊身体的位置，然后用戳针。什么呀？啊！我好像搞错了，救命啊！哦，没有搞错，哦，吓死我了，哦，救命啊！好像没有搞错，又好像搞错了。是，太复杂了，想了半天。领养。好，我看看怎么搞。我摘手套。不对，摘手套再来一遍。哎，算了。可爱吗？噔，戳戳，一年一度我最喜欢的圣诞节到啦，嘻嘻。我真的超喜欢圣诞节，因为这天是特别明亮的一天。啊，开始戳了，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嗯，这针好长啊！妈呀，救我！救命啊！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！救命啊！我也有听鲁静平说，救命啊！但我没看过他直播，不想看。嗯，好可怕！这个戳戳是这样戳的。嗯，不要戳我手上，求求你！好累啊，这个，救命啊！戳戳，等一下，我要不要戴个耳机？什么呀？听听我在干嘛？嗯？Hello.
今天看到华为的新手机了，我觉得它那个黑色和金色很不错，那白色丑爆了。容嬷嬷，今天我是雨嬷嬷，呸，今天我在给你们做圣诞小礼物，到时候握手会来拿哦。呸，不能买三星，小心爆炸。我其实非常抵制三星，因为他们吹得太厉害，我不喜欢。喜欢索尼，不喜欢三星，我宁愿买苹果，也不要买三星。就没，而且他们拉踩，华为拉踩太厉害，让我就是对三星就表示大笨猪。而且我发现控屏好厉害，好可怕。就是有人在说，就是有的人说好看，有的人说丑。我觉得黑色的还挺好看，还有那个金色的，白色的觉得确实丑爆了。那是折叠屏，让我觉得确实应该文艺复兴了，因为时尚圈20年就是一个轮回，对吧？三星手机主要是之前那爆炸太可怕了。我要是我也害怕，好吧，这我其实是一个黑粉心态，蹬鼻子上脸。握手会开直播吗？握手会要开直播吗？嘿嘿，有线耳机，以后我们要文艺复兴 MP3 了。OPPO 也有折叠屏吗？不是很了解，不是很了解。我也是听人说才知道，三星也有折叠屏。文艺复兴也不错，也不错。时尚圈嘛，20年是一个轮回，等过段时间就要开始流行芭比粉了。啊，直播吗？我考虑一下。如果人少的话，我就直播；如果大家就是蛮多的话，人蛮多的话，那我就不直播啦。希望人多一点。因为直播我是顾不上弹幕的，呸！因为握手会的话，我们是就是不太会看弹幕，都是握手，除非我真的是没有人来握我，特别闲啊，那好可怜哦，那可能没有下次握手会了。对，他们可能要跟我咨询一下他们自己的就是问题，我可能要给他们占卜，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还要问点，就是哎呀，让我帮忙算一下他们的事业，或者让我帮忙算一下他们的爱情什么的，就不太方便直播。对，不太方便哈。谢谢 T 的荧光棒，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下粉丝的隐私。这个戳的好累啊，救命啊。鲁静平之前戳的那个是西瓜，对不对？他今天给我发了好多微信，不过我都没回他。对的，在玩羊毛毡。不要戳到手手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是谁发明的羊毛毡？干嘛呀？我今天不是去找小黄他们玩了吗？人哪有那么多时间？我今天都没怎么打哈利波特，我今天只赢了3场，我还有12场没赢呢，我还没打他活动呢，救命啊！我还没有拿满奖励呢。他怎么会看我直播？你疼吗？你疼什么？什么呀，渣男？我做什么了，兄弟？他之前不也对我爱搭不理，他今天昨天他给我的垃圾桶不知道被谁拿走了，现在都没有了，气死了。我扎不下去了。对，又消失了，而且今天是找了2次阿言没找到。我现在是失去垃圾桶的状态。
们今天在干嘛呀？确实搓的我好累啊，我已经累趴下了，救命啊！耶，换一根，圣诞树被我吃了。哥，我累趴了，救命！熬夜考研吗？啊，马上就要考研了是吗？再加油！发动技能，冲啊！再次发动，发动，发动！哇！快点戳进去！救命！啊！我累了，冲啊！啊！我累了，啊！怎么还没好？这个熊的面积怎么那么大？哈喽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。搓成了这个样子，可以了，棒，不错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我还是要不直播做别的吧。哇，谢谢派的圣诞树，祝你事业顺利。圣诞节快乐，平安夜快乐！哎，你们那个黑的折叠手机蛮好看的，记得去控一下，控一下屏。我看看，我这边还有很多素材。太小吗？我觉得那个挺不错呀。还有这啥呀？有好多颜色呀！哦，好多颜色呀！钥匙圈吗？钥匙圈，这个我在做那个圣诞树，我呸！这里有针，好了，我开始了，换一个针就应该好了一点。好，谢谢桃心二大媳妇的圣诞卡，祝你圣诞节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。然后事业顺利，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。他那个示范中的那个小熊大概有这么厚，
然后我现在的小熊呢，这么薄，我把它做的厚厚的，才显得非常良心。一层一层加上去，觉得好费劲啊，这个。我觉得我还是不良心一点吧，算了。我们做一棵圣诞树吧。瞬间，那个啥，做一棵圣诞树。哇，漂亮的绿色！今天食堂有好多好吃的东西，就是我出门前还看到。呜呼！但是我没有吃，我去小黄他们家，他们家做了好吃的，还有只非常可爱的大狗狗，拿了苹果，特意买了水果到人家家里，还给他们带了那个巧克力，哇！保健品好久没扎过这玩意儿了。等一下，它是要一点点扎，一丝一丝的扎。好的，一丝一丝的扎。食堂可以拿吗？我那时候还没下去，不知道食堂有。这怎么扎不进去啊？解压，我觉得这个还蛮解压的。不是吧？它这个小熊是一个正一个后的，我把它另一张板用掉了。没事，应该不碍事儿。Hello，吃了。我今天外面风真的太大了，我一下车，我感觉我都要被吹跑了，就是，那被吹到西班牙去了。马六甲吗？是马六甲海峡吗？哇，好厉害！我只在地理书上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就是地理老师一定要我们背得特别清楚的一个书，就是马六甲海峡、密西西比河，然后。亚马孙河流，然后刚果河，然后记得好清楚。这边那个马六甲海峡长什么样子呀？去过直布罗陀吗？哇，直布罗陀是什么地方呀？我觉得如果你要学地理，你就要从小玩大富翁，因为玩大富翁它上面有很多买房子的东西，就是让你提前学到不同国家的地名，还有他们家的地价差不多。直布罗陀。亚欧分界？什么？欧非？哦，对，欧非分界。哦，这个让我想起抽卡的那种欧非分界了。马六甲？什么马累克？没那个他说那个 B50，他现在是就是好像是不能有观众入场了。什么呀？哈利波特去抽卡，环球影城好像没有和网易有合作，你跟他们谈谈合作，然后帮我代抽。
没有，开玩笑。去都哈利那个环球哈利波特那边都玩过了吗？超好玩，超好玩，超好玩。那个，然后那个三本妖怪书特别好吃，呸，三本扫把，三把拖把，那个特别好吃，吃过了吗？哇，还是雕刻圣诞树是我的强项。我们学世界地图会学到啊，谢谢鬼鸡的圣诞树，祝你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。你突然觉得我这两首歌都是二号，有点幸运，居然可以有直拍啊。诶，对，如果你们哎，但是应该还会有现场的那种记者证，可以问问那些就是嘉靖路的特别有名的代拍，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弄到？因为如果你们也有那个记者证的话，就是说你们就是可以割别人，不是，你们可以给别人代拍。Hello， 变成韭菜。哦，对哦，我有直拍，就说明我粉丝要去买 VIP 啊，嗯，不好吗？不好吗？买一次 VIP 可以看我两首歌呀，可以看我两首歌呀，棒不棒？对哦，那我家粉丝要多花钱了，还好有两首歌，不然的话只有一首歌，那亏死了。我好像掌握了戳羊毛毡的细节，就是这样斜着往里戳。但它真有点长，说实话，我有点慌张。啊！啊！我的被迫技能，快点发动！发动！这么长的针，戳戳，我累了，好了，已经看到了一棵树的雏形了，不错，太厉害了，夸夸。再来一点点，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呀？嗯，要睡觉了嘛，早点休息。成品是不知道，这是我自创的。成品我给它挂上链子就可以当钥匙链，也可以给它当成徽章，对，送给大家。你们觉得我穿这一身去握手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会不会冷啊？我怕冷。我也怕冷，除了冷之外，有没有？哦，只是担心我冷吗？就是冷了之外，就没有觉得穿着这个不合适吗？没有不合适的话，我就穿了。其实我就是希望大家担心我会不会被冷到，这样大家就多来关心我。嗯，握手会第一句，你冷不冷？没事儿，这有东方明珠冷吗？没有啊，东方明珠我都能光腿。我到剧场再换衣服呀。
那我穿啥？穿那个黑色的小裙子吗？我没有小棉袄。圣诞树，没有。圣诞，不对，我哪来的小棉袄？我没有棉袄，我喷漆没有棉袄。人家没有羽绒服，哦，羊毛，不知道这种戳戳的手法能不能做衣服？我刚刚把一根针戳断了，救命！不对，掰断了。我手上有一幅艺术品要横空出世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黄团长还送给了我一盒高光，因为我把我的一盒眼影送给我，今天给他化了妆，化了非常好看的猫眼妆，你们看到我们的照片就知道了。感觉像是在玩 ASMR 一样。我今天给他化了一个妆。他说我画的很好看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哈哈。然后他要给我做指甲，我拒绝了他。去给一加爱做指甲吧。也不是拒绝，是没有时间。什么是东方不咒？是东方救不起。哎。有没有一棵树的感觉了？有吧？太强烈了，这个树的感觉太棒了！我在戳
羊毛毡送给大家。什么呀？对呀，Hello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那这里咖啡色，Hello，好久不见。什么叫终于不做巧克力？你想吃吗？谢谢双马尾可以露耳朵的塞胆的花花。什么？这个是型号，我这个也是型号。怎么回事？是的，我26号有握手会哦。啥呀？挂在裤子口袋？谁让你放裤子口袋？你可以放手心里，就是把它捧在手上，不知道吗？哦，易拉宝要比武林了哈！啦啦啦，啦啦啦！我是卖宝的小当家，我现在要做圣诞树的树，不对，圣诞树的杆。这个太棒了吧！救命！是在剧场，应该是在剧场啊。他那个详细界面应该说了。哇，谢谢子琪的圣诞树，早点回去哦，外面冷。喂，下次等天不冷了再去环球影城玩吧。现在太冷了，下次去的话，那个侏罗纪过山车应该也会开门的。对哦，之前我没去到，就是我去的时候没开门的侏罗纪过山车，不知道他们测试好没有。模板，对，照着这，照着这。那我要是忘记了怎么办？救命！哎，啊这。我好像做出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。我头都要笑掉了。救命啊！好，这一块放在这边。哎，不对，放在这边。作为一个光源，就是我要做一个有光源的圣诞树。圣诞就是光，灯光，耀眼的灯光，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。啊！怎么还没戳进去？啊！戳！快！啊 ！Hello， 平安夜快乐呀！
我的、啊。什么家事情？那当然是因为我太辣了，那不是必须的吗？我很辣，我很辣的。有没有人来捧个场，说我很辣？什么是又来又弯？我现在要做圣诞树上的装饰品小球球了。哇塞，我是什么天才？天哪，救命，太好看了！居然要把这个送给大家，我真是太棒了吧！为自己感动。我到那个倒数第二步了。Oh my god！ 救命啊！我这个大天才，我这个鬼才，救命！呜呼 ！Perfect！ 素晴らしい。さすが、この私です。有没有橙色的？蓝颜色。Hello， 你们都在挂机吗？吼，很快就要做完了。等12点，就是刚好快到了吧？我今天白天在小黄他们那边，因为拍照，然后我搭了一棵圣诞树，他们那个圣诞树好漂亮呀，绿不拉几的。哎，看我做手工，好，那我也安静的做手工。尽量不尖叫。看我安静的做手工。
手了都。我要做最后一步了。真的吗？怎么会吓到你们？我也被吓到了。啦啦啦啦啦！哇塞，变得好好看，真棒！那不愧是我。哼，脸上开始露出了非常得意的眼神，神色。我是天才吧？我严重怀疑。对了，我昨天的微博有没有那个同步到口袋呀？因为我发现好像苹果的能同步到口袋，然后昨天的有没有同步到呀？问问大王。哇哦！我不理你嘛，因为我没看到你在爬，我只理会爬的人。
我爬行了。什么？Excuse me？那要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不好看吗？超好看！天呐，救命！太好看了吧！我要给它装上圈圈。只是还可以吗？对吧？太好看了，夸起来。也是一般行。我好伤心啊！怎么装上去呢？啊，这还有个挂扣，耳机洞，然后还有那啥呀？钥匙扣，圈圈，挂绳，哦，等一下，我研究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做成什么好呢？做成。可以挂在包包上的吧？圣诞快乐呀！怎么做成挂在包包上的呢？派的大饼，祝你天天开心，事业顺利，然后鸿运昌盛。哇，25号了吗？哇，Merry Christmas，圣诞快乐！让我来首歌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。哎呀！我的滴胶还在吗？一个挂坠完成，我的滴胶还在吗？哇，滴胶呢？在了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呀！当这是一个送给大家的圣诞小树苗，我给大家签个字，拿我珍贵的眼线笔，写不上去，拿我珍贵的水彩笔。
也可以是宝宝。灯，圣诞快乐。好看吗？谢谢 KARLXL 的平安果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好看不好看不？我真是超级无敌大天才。然后送给来握手会的小伙伴，做好了一个呀，真棒！你不愧是我，太强了。那个小熊，我等结束直播了，我再戳。对，这个是一个放在旁边，放在这边，放放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黄铜羊送我的高光。哎，但是一个挂绳，就是挂在你们的包上面，或者是书包上面，或者是，就是。钥匙圈上面都可以的，对。哎，喵喵！我真的好喜欢圣诞节，晚上好。包装烦人嘞，烦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在研究一个课题，怎么才能伪装成人类？这是我，哇，好漂亮的钻石！因为没有垃圾桶被拿走了，我就只能丢地上了。然后到时候再给它顺到门口，扫到门口去。哇，高光好看。我现在要学会伪装成人类。首先，我要像人类一样的说话。我现在要干嘛呢？我不知道。我现在要干嘛呢？我刚刚在干嘛呢？我失忆了！救命！我看到有一个铃铛挂件，可以戳一个小铃铛，当啷当啷，戳个小铃铛，咚咚咚！不对，戳错地方了，这怎么戳呀？开始迷茫。哦，这一块布可以。开始戳戳，让人害怕吗？真的吗？那现在呢？
我总是能够找到最简单的偷懒方法，救命啊！就是斜着戳进去，斜着戳进去，就不是竖着戳，竖着戳浪费我的手，然后斜着戳就可以尽大最大可能的节省它那个就是我运动的轨迹，就是对尽大的可能最大可能的节省，让我就是手就是最小的省力，不会想我给它消音了。我想过了，我如果真的要买相机，我要买一个可以就是自拍的后置相机，就是我哪怕是后置也可以看到那个画面，我这样拍照比较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。呜呼。对，旋转的屏也可以，就是能看得见自己就好了。什么？还担心连麦？等一下，我先戳戳。成了非常厚的铃铛，我们看。嗯，什么声音？好可怕！什么声音？去连连他，等一下，我做好准备。我想想，
你现在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来来来。好，我现在。你我都看见了，你还捂住？哪有？我刚看我看见了，超级性感哦！你为什么把外套给你？你把外套脱掉，我看看。这样不好吧？哇，天哪，你好有节日气氛呀！这样不太好吧？不错不错。哎呦哎呦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刚排练完。嗯，辛苦了。嗯。哇，真好看，真的好看，真的好看。一个圣诞礼物，哇，今天就是我收到了最好的圣诞礼物，就是吗？嗯，是我要把我是的，好的好的，恭喜你，感觉已经经历了很多，已经很熟练了，拜拜。没有，真没有，拜拜，太熟练了。啦啦啦！哎呦，我说话怎么还有回声啊？救命！太快了吗？嗨！嗯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什么礼物呀？什么礼物？噔噔噔！我觉得我这边摆出来的东西太多了，我有点累了。Oh my god！这里我有一个大袜子，不知道能不能把它装满。我把我自己装进去就满了，救命！圣诞节。嘿嘿，是门的袜子很大吗？还好吧。对，然后做的那个戳戳呢，就是在26号的握手会抽取幸运粉丝，然后赠送出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嗯，当当当。嗯，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熊熊还没戳好，还有随便戳一个粉丝。我本来想过就是把我就是我不是之前给大家画过很多画嘛，然后呢可以把我画的画把它戳成那个就是戳成实体版。我有这么真的有这么想过，就是嗯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哦，封闭了。嗯，对，然后将来呢，就是之前不是说万圣节活动他要抽一个粉丝，然后送出君君的羊毛毡吗？君君的兔毛毡吗？那个兔毛毡还没收集完全。对，就是把我画的那个画戳成那个，这工作量很大，工作量很大，那头发得戳半天。嗯嗯，但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嘻嘻。
抽一个粉丝，做君君的奴隶。抽一个粉丝给君君种胡萝卜。好了，晚安哦，我压死你，我去处理照片了，我要去 P 图了，拜拜。我这镜子很好看，晚安。那我为什么会就穿这套了？嘿嘿。